其實我在漁場做事我都覺得挺辛苦的。在工程部做事都有點辛苦。其實在木工場裡面做事是很辛苦的。覺得辛苦。很辛苦。正生会自1985年，由创办人林希盛先生租用一间铁皮屋开始为成人戒毒者服务。1992至1993年，位于大屿山夏径青少年中心投入服务。1998年，基督教正生书院正式成立，现提供中三、中四、中五课程，而中六亦都在2003年开办。最初书院开办的时候，学生只有16人。学校现时60%的资源都是回收回来，亦可谓是一间环保学校。正生书院成立至今已经有7年。7年前，林希盛和陈少卓见到这班曾经沉沦毒海的青少年需要有一个正式的教育机会，而正生书院就此成立。正生书院借用市场商业标准，训练戒毒康复的青少年人回归社会。他们在书院注入了一个新的元素，以营商环境培训同学回归主流。今集片名是《猜不到的戒毒方法》。究竟一般人对戒毒有什么看法呢？戒毒就是戒除我身和心里面的毒瘾。我再看深一点，戒毒是一个终身的大事。戒毒是除了本身戒身體的毒癮之外，就最重要是心裡面的不好的習慣。我認為戒毒，我覺得戒毒呢就是改過自身，重獲新生。我覺得戒毒的定義是戒了一身癮去咯，但是不是說戒就戒咯，是要戒一世咯，即是戒到我死的都還是戒緊的。但是正生書院就有一些很特別的方法去幫這班學生，究竟是什麼呢？
I whispered into his ear, my son, I'm your mother. 很多人都认为年轻人都很没耐性，但是正声广告制作室里面工作的同学就有机会在工作中训练自己的耐性，同埋喺繁複公式嘅環境中保持清醒，亦都係十分困難。呢幅我哋搞咗個英文日啊，咁我哋咧就係、是、開間茶餐廳咁樣啦。咁咧呢幅 banner 好重要喎，喺嗰日如果見唔到呢幅咧就食唔到嘢，因為我哋係開一間餐廳，咁要有呢幅咧先至可以行埋去食嘢。點解有廣告報呢？其實都要數翻去五年前嘅時間到啦。校長啦、口中啦，咁佢哋就校長咧，原來話想喺度咧開一間廣告部嚇，開一個新嘅部門出嚟咁樣。而家喺電腦度做緊設計，呢個係最新嘅軟件，好開心可以學到咯。做 banner 雖然咧啲工序係每幅都一模一樣，要戒指啦。要貼啦，要噴水啦，要唔好有出錯啦。但好多時咧都會不自然咁樣出錯，因為自己唔小心啊。好多嘢咧都會覺得以為咁樣就已經 OK 啦。但係咧拍板俾阿黎導師睇嘅時候咧，佢就完全話唔得嘅。最難忘就是同佢哋趕工啦。咁其實個過程其實好 enjoy， 同佢哋一起拼搏啦。個客唔接受，咁又要同佢哋一起去做到個客嘅要求啦。咁但係又唔係自己做喎。咁其實咧又係佢哋做嘅時候咧，咁佢哋又會有多情緒啦，有多唔滿意啦。咁但係我其實我都係一個中間人，咁其實咧都係要俾佢哋明白，其實個客人嘅要求咧，我哋要滿足個客嘅要求咯，所以我哋都要去面對社會嗰個現實。我試過一次做一幅嘅時候咧，黐曬，但係咧到頭嚟黎導師第二日翻工話全部唔得，因為全部有塵啊、錯啊，跟住要起翻。再黐過咯，起翻個過程係好麻煩，因為咧佢啲膠會留咗喺塊布度啊，要再起翻啲膠咧，先可以再黐過第二啲字上去。所以其實咧就係因為咁少嘅錯誤咧，就會影響成幅 banner 嘅時間啊、過程啊，所以好多時都要留心自己呢樣嘅錯誤。藉住嚟到燒咁重新做過呢幅 banner 呢件事咁樣啦，我會發現。自己很多的不小心都會有反省啊，反省之後會下一幅 banner 會做得更加好啦。你問我現在會不會有錯，我都會有錯的，但是呢我會跟自己說不要緊啦，下次再更加小心一點咯。攝影是一門非常專業的項目，中心負責人鍾先生也是這方面的專業，所以就決定開展呢門生意。真係好難猜得到，中心負責人竟然係個攝影發燒友。更加估唔到嘅係，興趣會因為學生嘅緣故變成生意。如果講到黑房咧，黑房，梗係喺個黑暗嘅裏邊去做嘢啦嚇。其實喺當中咧，佢哋要面對嘅就可能要調節佢哋自己嘅心態，因為很多時候佢閂咗門嘅時候，佢究竟做啲乜嘢，有冇人會知道？在當中咧訓練佢哋就係佢哋自己肯唔肯去誠實，同埋佢曬張相出嚟嘅時候，佢俾人去交貨俾人嘅時候，佢究竟要求佢自己嘅質素去到邊度咧？哦，唔緊要啦，嗰個客人都唔識睇嘅，得過且過。因為咧要求到自己以佢嘅能力做到最好咧。呢度咧就係黑房啦。咁咧平時咧我就喺咁黑嘅環境裏邊嘅工作。其實啱啱入嚟嗰陣咧，自己都冇諗過話有機會入嚟呢度去學影相或者去學曬相。咁入到嚟做嘢嗰陣，自己就覺得其實
一路去做啊，自己興趣都開始大啊，或者想學更多嘅嘢。咁其實喺喺呢個部門裏邊做嘢，我自己覺得其實有艱難，亦都有開心嘅時候。嗱，咁平時影完啲相啦，咁你梗係嗱，譬如啊，攞件飛攬跟住去沖啦，沖完咧，咁咧最後咧就會有啲底片出嚟啦。記得我而家曬黑白啦，咁我唔需要黃色，就將佢擰到去擰，因為咧裏邊咧有相紙啊。咁咧我就攞一張相紙，當呢張係試紙啦，啊，當呢張係試紙。咁我首先第一步咧會擺喺度，擺喺度啊。咁咧我呢度咧會有個時間制嘅，我會調校啲時間。嗱，譬如我而家要三秒鐘試一次嘅，咁啊三秒啦。跟住咧，我塊卡片咧，紙板咧，我就會擺側邊。跟住咧，我就撳掣三秒，咁一次、兩次、三次，如此類推，睇你要試幾多次啦。跟住咧，試完之後咧，要經過部藥水機啦，或者我哋要浸藥水。La cucaracha.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 un cigarro que fumar. 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 un cigarro que fumar.